钢铁和大胃王小佩将挑战花式跳绳，全国跳绳锦标赛冠军的尖子翔教练，哇哇哇，放在稍微左边一点的地方，三四五六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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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复古双麒麟店，让你置身昭和时代，古代的古董啦。这个店大概建筑有80年了，来这边休息一下，感受一下时光倒流。